近日，打卡北京环球影城的明星还真的是一波又一波。继董璇带女儿小酒窝、佟丽娅带儿子朵朵、沙溢带儿子安吉先后打卡之后，9月7日晚，又有网友晒出偶遇白敬亭打卡该地的照片，并配文写道：“偶遇白敬亭很帅。”当天，白敬亭上身是黑色短袖，搭配一条蓝色牛仔裤，戴了一个墨镜，装备简单干净，帅哥气质很好的凸显出来。从该网友晒出的偶遇视频来看，照片中白敬亭是自己出来玩的，身边跟着工作人员。随后，小白自己也晒出了游玩视频。视频中的小白戴着熊猫帽子摇头晃脑，帽子上的熊猫挂件也跟着摇摆，可爱满分。除了小白以外，当天也有网友晒出在环球影城偶遇陈伟霆的照片，还透露自己和陈伟霆坐了同一班小黄人。照片中陈伟霆身穿黑色半袖，头戴黑色棒球帽，帅气十足。